37艘游艇环绕，欣赏湖光景色。但仔细看游艇上的贵客，竟然是这一位。天上圣母妈祖圣驾也来了，南投鱼池乡妈祖绕境祭之前受到台风影响，日月潭一达少明德宫妈祖绕境活动因此延期，水路绕境传统成了压轴。就是要用真好底，大概多多岁很平安准。鱼池乡的妈祖早年从彰化市南瑶光分灵而来，每当绕境祭仪，各村都会盛大举办。由于打少紧邻码头，妈祖除了在街区绕行，还会搭船环潭出巡。我们这边妈祖绕境就是全台湾很少见的，我们会妈祖搭着游艇绕整个美丽的日月潭。坐船绕境用竹筏的年代就有，日月村的码头出发，那到我们那个村庄的边缘，从那边上岸，那上岸我们再从陆路这样回来。一达少妈祖水路绕境已经大约20年历史，渐渐形成地方文化。10多艘游艇与女神同行，航行在美丽的日月潭中，祈求妈祖保佑境内风调雨顺。三立新闻吴坤颖、邱朗、谢云珍，南投采访报道。